先不闹，么么哒。再来重现一把昨天的经典猴，昨天猴子0-11。那天的天气就跟今天一样好。Let's go！ 一骑当千，干嘛那么认真冲动呢？单刀咆哮！我靠！我是真的烦，他把我这个野怪顶出去了。一骑当千。因为你看起来像女人，我才不伤害你。不要以为我怕了你。一骑当千，真的是打得我气死了呀！我真的是我这一棍子也敲不死他，真是要命啊！真的是打得我好难受啊！别解释了，哥哥，这猴子就是这样的。我被关羽搞了两波后，根本就玩不了了。妖孽哪里逃？灵性跳棍，直接在脸上疯狂开大。一波抬走他，小老弟，我还是那个0-10吗？哼，俺的火眼金睛已经看到了胜利。跳人大招敲，一手一技能敲跳敲，哎不不。恭喜0-10大队喜迎新成员。先来一把蒙恬，给大家下个饭。不会抄袭大仙的名字。要死！我是大仙粉丝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这。这怎么玩呢？这真的是这个打辅助没伤害呀，老弟，把他打他也没伤害，都差几下就后羿，他荣耀王子他也不知道一波上嘛。这李元芳怎么出现在这里了？哎呀，这个诡异说辅助有什么用？真的是几个人。啊！我吐了。嗯。然后耶耶。改变方向。这拖不动呀。又挂了。真的是玩的好烦呐、啊！真的是气得很。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、微笑着面对它。这感应卡不够用啊，我要研究一下怎么搞空白。戳蓄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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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戳戳。怪我是个辅助，不然我就要把他戳死了。扛20000个技能，带着我4个小弟是疯狂戳他们，奈回不上来了。冲啊！大仙怪我抢你位置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怎么说抢位置？我打辅助也很强的。蒙恬开大。
嘿，吾等速战速决，把他的马儿打。聪明人就该跟我的大刀保持安全距离。我好猛呀！我好猛啊！我伤害有点高，感受到了没有，朋友们？你必死，叫小弟来刚你。你死不死？好像还行啊。换位置。憨憨走路。兵痕之握，开始我的乱杀之旅。军无众寡，士无勇气。闹，换盾，闹，顶 A 戳死。我会把他们都收了。以智则胜，以乱则富。哇，戳！你看这一枪。你看懂看到了吗？他把我点成红怒的时候，我那一枪把他捅爆了。找小弟，再见。要的就是这个感觉。我决定直接叫大招。我来了，宝贝儿，你在闹吗？戳蓄力，红怒戳戳架盾。戳关盾走，吃药，诛你九族。这，哎，怎么感觉有时候伤害高，有时候伤害不高的？这一阵一阵的呀。满了，戳，让我满一下，戳，满，戳，满，戳。哦，满了没？戳，戳，有种憨憨出枪的感觉，挺萌的呀，蒙恬。你跑个滚，开大，戳，戳，戳，罪该万死，满怒戳，换安这太浪了，我以为冲到里面带着我的小弟，不是五一五公平团战吗？让我打把亚瑟，我来体验一下无情老亚瑟的压迫能力。我心的快不快，老弟？好猛呀，亚瑟，真是简单又好玩。买装备，我来了，中路等我，我跑得很快，这个一技能疯狂跑，我直接一过去，兄弟等我。What's up？ 在你头上爆，靠，一手沉默，顶我有用，然后接大招是不是？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一个大，然后呢？我肯定回眸给一刀。完了。捡 CD， 护甲，我感觉有一股杀气，回头顶，拉走位，阿克来了，一技能，哎，我这一刀，哇，真的恶心，他这个一技能好一刀啊，我，等一下让你知道亚瑟的快乐，灵性走位，不慌，一手一技能冲过去，人呢都得死，我大，蓝亚瑟。暴力 K 头，可以给亚瑟安排一个灌篮高手的那个皮肤。想来抓我？你开玩笑！直接抵抗节奏起。亚瑟，沉默。嗯，好家伙！他没大了，你真的是怒了，来，全场跟我一起跑起来，带着你们逛街，对，就这么硬逛，逛，沉默，拉走位，我沉默，哎，这一剑，我真的是醉了。真是恶心！你，
你觉得自己行了啊？又来咬我了，杀！项羽蒙一打三了，原来项羽比亚瑟猛吧？大仙要炸了，为什么 ？No！ 完了，我们辅助还掉线了，我炸了！那可露露打不动老猪，你在开玩笑？我一屁股坐下去，这个猪瞬间爆炸。那肯定要拿那个了。哎，我的天，救我！哎，打一下。なんだよ。太刺激了。这么准的吗，兄弟？一枪一人头，被杀。哎，技能！哇，这么准的吗？这个人，那这一把应该就比较稳了。你一手惩戒，再见，你过来一次一下。你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，韩信，你又干嘛呀？怎么都在送？在逗我吧，这些人！一手惩戒，挂，杀猪，再挂，再杀猪，再挂，再杀猪，开大招，一脚一踩，再杀猪。哎哎哎！那打暴君都没有来呀、啊。哎，我怎么卡了呢？真的是逗我吧！这种时候卡一下，服了。哎呦，我居然单挑捅不过他了，那是一波节奏掉了后，真的恶心人。大仙要炸了，为什么？虎牙六八八每晚七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